你好，我的名字是陈家驹，我是 RICE 社区语文终身咨询中心的多元文化大使。在欧洲，对你是我小孩的暴力是绝对不能接受，暴力是严重的罪行。很可惜，家庭暴力在我们社区是无处不在。家庭暴力并不只在家中，也是社会问题。要对抗家暴，我们需要努力去维系一个健康的社区关系，这包括尊重、诚实、平等、坦诚的交流和信任。健康的社会关系是在乎于朋友、伴侣和家庭成员，也不可以容纳操控、辱骂和暴力。在于你和他人知道有人需要帮助，成了呢品味后的其中一个号码。有你的协助，可以让我们防止和加速进一步的发生。